启动要缓慢啊，你不能就是很剧烈的启动，因为剧烈启动的话会对我舱体带来一些干扰啊。稳的话就是转动，整个转动过程要稳，就是通过关节的这个联动来实现舱体的一个平动，这个缓慢的一个过程。它这两个关节呢，我们一个就是在这个靠近梦天舱这头，称为这个肩关节，就像人的这个肩膀。然后呢，在靠近核心舱，天合核心舱这头呢，是叫腕关节，就是人的一个手腕。这样的话，形象的话就是我这个利用这个肩关节和腕关节的这两个转动，它前头还有一个捕获头来抓着核心舱，然后这两个关节交替转动，就相当于可以把这个舱挪移到这个。核心舱的侧向停泊口啊。我们整个这个转位机构呢，这种转位方式最后到位的精度要很高，通过我们一些机械设计一些保证。我们也要采取一些锁定的一些装置，把它这个锁得很准确，避免在这个上行振动过程中对它中间一些环节的一些破坏，靠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机械精度来保证。